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分林西丽复兴宫，伫个旧历个十二月二四上旬即天，遵照着古历举行上旬奉签的仪式，用红布啊甲灵签包起来大红条，等到正月初四接神了后，再佫开放予信徒来拜杯抽签。啊，复兴宫今年过年嘛恢复抢头香发。开运的红包的活动，而且是为二九暝开始，一直到正月初四，大家庙里拢有办活动，欢迎大家过年来拜拜行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，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